哦，看像这个简不简单？你会觉得一张纸是平的，为什么可以变这样？你看它现在是立体的，对不对？有两个角，对不对？那我就一折，哇，它变什么了？平的，可以当什么？它可以当什么？小猪，对不对？有小猪，对不对？
没有时间想，不用想那么多，他先只想我要吃东西，我要吃东西。好，所以大人就站起来，挺着身子，深深的，因为准备要冲刺了，他又累又饿，对吧？对，要吸了一口气，对不对？吸了一口气要吃什么呢？我们来看看。真的要吹倒房子了，是不是？回到农场。
进步了，可是你还是要有自己的风格才好哦。到底狼之后怎么样？还是尾巴就慢慢的逃走了，然后就逃走了。数一数。